全副武装，一群活力满满的市民朋友从起跑点奋力往前冲。第一届我是你的眼市长公益路跑四日于古山区大荣中学起跑，市长陈其迈出席致意，并与高雄市马拉松协进会理事长苏子聪等人共同鸣枪后正式起跑。我们今年十月这个高雄马刚开始设立了我们市长组、伦理组跟运动伦理组三组，这个最重要的是运动平权。那我们今天第一届的我们的市长公益的跑啊，也包括了半马、十公里跟五公里三组啊，那有非常多的选手报名参加。视障朋友和陪跑员高举双手，重复着起立、蹲下的动作，暖暖身子。还有尽责的导盲犬狗狗在一旁待命，陪伴众人一同体验运动流汗的畅快感受。我想这个也非常令人感动，所以今天大家起了大早，共同来响应这个公益路跑的活动。第一届我是你的眼视障公益路跑于今年十月开始报名，其中视障组以一位视障朋友和一位陪跑员共同报名，民众报名一般组，主办单位就每人报名费捐100元给视障团体，让跑友们参加路跑活动的同时也能尽一份心力做公益。本次活动总共募集180000元，由高雄市马拉松协进会致赠该会身心障碍福利社。